你安尼臭头烂耳，可能无人要爱你。想袂到你伫外口有查某，佮兼佮生一个囝伫外面啊！你讲到底佮甚物代志？住啦！你讲你阿娘要告甚物啦？你要告阮阿爹啊？嘛就是当今皇上朱元璋，伊放肆好囝，害阮阿娘四百万唔还悔。告皇上！大胆！相爷，即摆是我咧心里爱唔起啊！是是是，国叔，阮阿娘告状，你到底是不是要接受？国叔，皇上大国内面写了明白，百姓也是有冤屈，杜准公是当今的皇上马英九，阮无戏言。来人啊！在。将朱元阿里大佬得力在身。是。阿达。安怎？哦，赞赞。查头，我跟你讲哦，人讲哦，这卡底偌济黑道哦，拢咧管身体，你知道？有当时啊，就安尼个讲讲的，小个刺激一下。啊，若讲到位听哦，就是到位有百害。哦，安尼听未？未呢？未听哦。哇，你心脏未歹。安尼好。啊，这样听未？诶，小看咧，小看。啊，肠也无啥话，唔好乌白食。哦。安尼会听未哈？你仔仔，大伯，你即马是用啊，还是用刑啊？臭头阿公，我这么爱你，哪有可能给你用刑？我吼，这叫做咧给你问口经啊！这是要问什么口经？我问你，李素贞是啥？李素贞，姓李是真济啦，阿母，李素贞三字倒起来哦，唔捌，唔捌啦，哟，啊，不过顶摆安尼亲门大户来告你，迄个是啥物人啊？拜托，较紧的啦！恁想要紧，紧了，臭头翁啊！吼，我当初看你安尼臭头烂耳，可能无人要爱你。想袂到你伫外口有查某，佮兼佮生一个囝伫外面啊！你讲到底佮甚物代志？大伯，我真大伯，拜托，小唔知讲我上惊你是安那？我这车的吼，无啦，我意思讲吼，大家拢知讲吼，我上爱你。就算甲天照打，我唔敢咧做。好安尼哦，你敢心都莫咧转，叫我看到呢。哈，用这边无爱认就对啦。听讲吼，这边吼那个敲落去，哎呀，就痛到微微肿。啊，那怎么办？走啊！听啦，你敢甲我救？看好。不爱。看好。不爱。我讲啊！哦，李素贞啊，哦，李素贞哦，哇，当初，那你即摆先笑。我是讲李素贞，大伯，你代志过遐久啊，而且人已经死啊，哎，人讲哦，人死哦，死者为大呢。对对对。然后，卖你人个尻川后讲人闲话，安尼唔好，安尼无。对吼。啊，人都已经死啊。对啊。咱讲批评伊，算讲是对死者大不敬。对啊。啊，你就是讲过去当年，安尼意思，你就是真是该死啦！大妈，你呀，我呀，好惊啊！哎呀，你请来。李白。母。母哟。什么代志？向公公啊。大爷，下骨我压起来，开窗袂开阮哥。啊。不过，甘山水好，人杰地绝。你像安尼身体，要哪做会起嘞？洪兄，你一摆唔通安尼讲，你真有八顿爱啉卤煮，你这么现代，我哪会当跟你比呢？你即马卖乌白想啦，好好养病。哪像一天你需要我，我一定请你跟你帮忙。真好，看恁兄弟互相尊敬，您就放心啊。对了，弟子，父王，要被通天高医的代志处理安怎？喂，父王，通天高医的，你是已经全部走白。啊，不过。李行只是疏忽，去予通天教的副教主赵坤海偷走。请赵坤海走去。